大家好，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三日，是内娱男艺人的一件喜事大事。内娱男艺人们盛装出席微博之夜，大家打扮的帅气有型，各自散发出魅力，阳光帅气，真的是太帅了！大家聚集在一起，内娱男艺人颜值重新洗牌，最帅十位男艺人新鲜出炉，一起来看看看看吧。第十名邓为，邓为终于出来一次参加活动了。 在两千零二十三好多活动都没有参加，都是在剧组拍戏。邓伟的一件颜值非常高，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多的一件火粉呢？邓伟也是一个衣架子，只要衣服穿在身上，不但阳光，而且耀眼，坐在人群里也是非常闪亮的。相信邓伟未来可期。邓伟的崛起并非偶然，他通过不断的努力和打磨，逐渐在众多新人中脱颖而出。 虽然目前他的代表角色和剧本还不够丰富，但已经具备了与顶流小生比肩的人气和影响力。在微博之夜的数据比拼中，邓伟一举超越了肖战等顶流小生，展现出超强的实力和潜力。这不仅证明了邓伟人气小生的地位，也预示着他未来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当然，邓伟的背后离不开强大的资本支持，他的团队和资本实力都非常雄厚，为他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目前，邓为正在接触多个准人气小生都在竞争的项目，这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和魅力。作为新晋人气小生，邓为不仅具备出色的演技和魅力，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他的崛起将为中国娱乐圈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也让我们期待他未来的更多精彩表现。总之，邓为作为新晋人气小生的代表。 已经具备了与顶流小生比肩的实力和影响力，他的出色表现和广阔前景将为中国娱乐圈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待。让我们一起关注邓伟的未来发展，见证他成为中国娱乐圈的新一代巨星。第九名张凌赫，张凌赫真的是非常古典美男气的一个个男演员，出道时间不久，但是资源演技也非常棒了，而且他的演技也非常不错，因为他高挑的一件身材，一百九十大长腿站在人群中那是相当的亮眼啦，最出彩。 张凌赫自从出演《苍兰诀》以后，事业可谓一帆风顺，不仅曝光量比以往多，而且人气和自身的商业价值也随之攀高，影视和时尚资源也都纷纷而至。特别是在影视圈，不仅晋升为主演，与白鹿一同拍摄了《宁安如梦》，而且还客串了多部热门 IP 剧作，像黄景瑜和张婧仪主演的《他从火光中走来》，以及杨幂和龚俊主演的《狐妖小红娘》等。虽然相较于很多当红的流量小生， 张凌赫的粉丝和人气都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爆红的潜力巨大，前景光明。第八名王星越，王星越居然是零零后，我的天，一点也看不出来呀！他非常的成熟，他的一件颜值也很高，真的是长得特别正气，特别养眼哈。王星越的不期而遇，引发了网友们对下一次可能发生在哪个接地气场所的猜测。调皮的网友纷纷提出了各种幽默的猜想，有人调侃下一次会在菜市场偶遇。 甚至有人幽默地说：“难不成王星越将来的粉丝见面会都得在公用设施里举办？”这样的幽默互动为王星越的粉丝们带来了更多的乐趣。第七名，林一，我的天，林一真的是直接帅爆了！他也是非常年轻，非常的鲜嫩，也是妥妥的大长腿呀！特别喜欢林一的颜值，特别养眼、亮眼。林一在外网有多火呢？夸张地说是那娱天花板级别的流量程度，INS 上随便的街拍或者私照生活。 轻轻松松就是大几百万的点赞度，有那么一瞬间确实会有林一室内娱顶流的错觉，没有拉踩的意思。前段时间林一给韩国某杂志拍摄封面的花絮视频直接点爆了外网，甚至还被网友调侃是男妲己的存在，蛊惑感十足。但也不得不说一句，韩国的镜头是真的很会拍纯欲感，尤其是林一这种硬件条件不错、轮廓线条优异的男艺人，你们感受一下男韩镜头的诱惑力。总而言之就是。 林一的风格确实是招人喜欢的那种啊。第六名陈哲远，翩翩美少年，翩翩贵公子，说的就是陈哲远啦。陈哲远帅气型男，稳重典雅，可呆萌可帅气，真的是内娱不可多得的男演员花美男。陈哲远以其自然幽默的吃播风格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喜爱。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小乐趣，并将其融入到吃播中，让观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他的幽默与智慧。无论是品尝美食的过程， 还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陈哲远都能以轻松愉快的方式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第五名，谭健次最帅相柳啊！谭健次的颜值精美绝伦呀、啊，而且谭健次不倒帅，演技好，他的优势就是舞台魅力四射。他不管是什么活动，能唱能跳，比不说话的一件花美男强多了。谭健次近期人气确实飙升，他的粉丝见面会也座无虚席。据搜索结果显示，谭健次的微博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一千五百万。 他的人气不仅体现在社交媒体上，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例如他在电视剧《长相思》中的表现，以及与周也的合作，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总的来说，檀健次的人气飙升，粉丝见面会座无虚席，都是他的实力和魅力的体现。他的未来发展前景也非常值得期待。第四名，王一博。王一博一直都是清冷贵公子，颜值爆表，颜值耐打，舞台耐打。总之，王一博出马，直接秒杀一片。 真的是暴帅酷帅，王一博这人气可不得了啊！上台唱歌的时候，台下居然一片绿，映照的众人头发都发光。而且王一博唱歌的时候，台下就跟开演唱会应援一样热闹，真不知道这些粉丝是怎么把灯牌举的那么好的。不得不说，内地娱乐圈在人气方面，王一博还是断层第一的存在，能和他一战的，可能只有巅峰时期的肖战了。地名李现有李现的地方，一定是掌声响起来啊！ 李现真的非常帅，大直男帅哥，痞帅痞帅，阳光帅气。谁说李现人气不如以前了？近期李现的两部作品将会陆续播出，《群星闪耀时》和《人生若如初见》。无论上星还是网播都没有关系，也没有可遗憾的，只要播了就好。第两名朱一龙，真的影帝朱一龙真的是非常养眼，特别养眼，特别少年感。站在众多艺人中，一点都是不小的逊色。关键是他的眼睛清澈。 饱含深情啊！朱一龙凭借《镇魂》一句迅速走红，成为无数粉丝心中的偶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朱一龙的作品表现似乎逐渐平淡，与其他同龄演员相比，他的曝光度和作品数量有所减少。尽管他的人气仍然较高，但朱一龙在娱乐圈的地位似乎出现了起伏。迅速陨落的红胡一天的娱乐圈过客生涯，胡一天凭借着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一句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新生代偶像。然而， 走红后的胡一天并未持续发力，反而因个人问题和作品表现不佳导致知名度迅速下滑。与同期崛起的艺人相比，他的曝光度和作品数量明显不足。胡一天的遭遇揭示了娱乐圈竞争的激烈性和走红背后的不确定性和挑战。第一名，肖战。肖战最厉害的就是少年感满满，而且肖战的笑特别阳光，满口整洁的牙齿，关键是肖战笑如沐春风啊。 而且他的一键脸随便做大动作都是非常好看的，关键是肖战情商特别高，微博之夜获奖感言真的是非常学识，滴水不漏啊！肖战就是内娱最帅，全球首帅。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敬请关注哦。